给到内线，两分打中。向子龙传给侯子宇，三分没中。而这边孙鹏马上来一个不干人传球，弄了个 pass。这个操作非常考验酋长经验和团队默契，还是很厉害，明显经验就不一样，34岁经验就不一样。攻守转换，提成给到朱玉虎，而这边朱玉虎这球投了有点勉强，有提成在，没问题。4-3，交身半反超中篇1980。向子龙手里手，看看孙鹏，拔一个来了。孙鹏三分命中，从传球到三分，孙鹏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球员足够的经验和技术。